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方男孩。就是前天给庙上修的那个喇叭，他们拿上去的说用了几分钟，然后又不行了。但是他们急着要做法事，要用那个扩音器，所以让我去给他解决一下，赶紧的去给他们看一下。啊，走吧。起来！王二和钱不讲，七八万是吧？哎，你拿着我3块钱的来了。四个老婆全部并在一起呀？王二是在一起，昨儿我在这分开了。光我这个光我先想了一下，想了一下是自动的没想。线路太软了。线路是一会儿吧。现在他让我拆穿的都不符合那子，那现在洗，既然去洗了，那肯定要拆呀。刚才没有听到计件器洗衣盒的声音，我们通电来试一下，看看是。测一下这些终点电压，电压是正常，供电都没问题。看这计件器的供电，21伏有啊，这3极管感觉有点不正常，两边好像击穿了一样。只有220，电阻 OK。测一下，看这个3极管啊。好猫啊，我哪里快嘞？哦，我测一下这个是不是，果然是，哎，好像是击穿了。哎，这3极管击穿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来，保护作用，然后控制这个计件器的这个3极管。要烧掉了，这里还有2极管击穿了，这个击穿了，4148，我换一个其他的2极管吧，我能耐用一点。你老好不好走嘞？你老还好吧？确实不是太好走，但是这里走一走咋的？再换一个2极管。啊，太好了！先不觉得喇叭通电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哒的一声响。好像还没有听见计件器熄火的声音。这里有一个电阻通到这个电源，但是这里尾管上面居然没有电压，这电阻好像烧了，没有电。没有坏呀，没有坏，这边为什么没有电压？哇，这个管子也软击穿了，我是怎么测不出来？它软击穿了，这软击穿了，再录测试测不出来呀！来，那11吧，哎，不行，有啊，哎，行了，电路吸合了。OK 了，应该是 OK 了。
继任器已经熄合了，现在已经完成了。因为是继任器的问题是吧？不是，包后天的有问题。现在这个音箱试一下，这个音箱是好的呗？嗯。有声音。再来一个。现在就接到他们那个大喇叭上面去试一下，准备。能再把里面小床机，放个1-2分钟，我都看着没外面，我在这走，在这上面。好几楼走走啊，房子了走啊走啊走啊，飞机还有啊，你俩干嘛去？走走走走吧，你转去你们干嘛去了？聊的，你们的。